国民党吗？我们现在在新达山屋，准备轻装前往什么山呢？品田山。哎呦，单趟 1.6 公里，会经过一个 V 段，品田 V 段，就是比较裸露的地形。这吃完午餐，准备轻装出发了。哎，你的设备很酷，我要介绍一下，你这个设备是什么？公主背包。哎呦，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爬很快，可以帮我们背东西吗？可以帮我背水吗？可以背你的爱。我的心里还可以容纳一个人，因为我心里没有人。现在几点？1:48。好 ，OK，OK，OK，Let's、okay, okay, okay, go，Let's go。我有结冰喽。这个人还没到 V 段就喘得跟狗一样。是的，你连身啊，从山屋来就是一直抖上啊。那我身上是30公斤，所以我比较喘。哦，30公斤，可以理解。这台是30公斤。这台，我这台是不是？看为什么？你们都不能理解我啊！我又不想多说什么。也比也比，哎，赛你赛你赛你，你真的会滑哦！这位人在干嘛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可以，好吃好吃啊！我吃吃吃，刚刚他签名。哎呦，不要这个，不要吃啊！看你挖下面一点，看你老吃耶，那叫哦耶，扣扣嘞。会有虫子在上面爬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挖下面一点。会，蛮好吃的啦，挺好吃的，建议大家来试试看。靠边有冻结冰作品。七，看个底下白吧啊！哎呦，个底下白吧啊！这样可以拍吗？你要帮他装眼睛啊！我来帮他装眼睛。没有眼睛。重点是手先握好，脚不要手先握好再走，脚重心放低，重心放低，不要那么高。狗爬式都没差。我有专业的攀登教练。哦吼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 V 段啦、啊！哇，品田山就在我们正前方啦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很轻松的已经到达这个 B 段了，这是 B 段是不是？品田 B 段，其实也还好啦，就是陡上，其实没要任何体力啦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把登山杖放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就要攀岩，是一个比较危险的。我们那个向导说 ，NG 每年会掉3到5根诶，所以不能开玩笑，好不好？不能走就不要走了。Yeah. 好，我要下山了，拜拜。传说中的 B 段啊。这边的石头其实很好抓。等他们过了，我们再下好了。我们下到那边去。哦，惊死人哦！
外套，不要飞走了哦，请来喝哦。嗨，好玩吗？很好玩。不会啊，这边过去就。我手都要抓的。对。那你爬起来轻轻伸伸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不要踢到我，踢到我，我是溜滑梯啊！我真的再见了。哇，品田 V 段，这里就是品田 V 段，然后要到品田山的最后0.3K 处。好。这里有点冷的哦，现在下午3点半。就是 V 段，就是一个 V， 有没有？就跟事业线一样，一个 V。其实亲爱的，你不必太过心虚，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。你有 V， 你有生 V 吗？现在太冷了，灯没出来。哎呦，捕捉到珍贵的画面。我要做一个到此一游。好啊。好皮，哈哈哈哈哈！赞哦，到此一游。哎呦，有，哎，山林老师，这个是杜鹃吗？对，这个都是杜鹃，好分辨啊！你只要看它背叶子的背面呢，黄色的啊、喔，这就是玉山杜鹃或是高山杜鹃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就说高山杜鹃，因为都在高山，就是高山杜鹃就对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这里就是品田山啦，耶、yeah ！品田山到了，哇、wow ！攀登成功耶！这样子你要讲。品田山耶！耶！要比要比！好快打到！看我是第二个手啊！我去个屌！你懂拍？那我们要准备回家去山屋吃晚餐。这座山很值得啦，所以如果来石秀呢，非常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到品田山。不过有点危险，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脚力。好不好？不要勉强，毕竟危险度还是有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就下山喽。好喽，拜拜。哎哎哎，小雨，上有一个登山的疑问想要问你。我刚刚看到你这个外套后面这个头上面呢、啊，这边有一个这个拉那个像什么魔鬼毡，这个是什么功能？它这个就是调整这个帽檐的长度的啊。干，真的假的？欸、就是可以把哦，可以把它缩短呐、啊。哇靠！哎、欸，我上次我朋友问我，我讲不出来。好，很好，我觉得这个很有那个教学的意义，我相信大家也都不知道。来，就是这样打开之后，如果你要短一点，就往后一样。没有错，这样就变短了。有没有？哦，棒棒，虽然是一个没有什么功能，无用知识。两个都是危险 YouTuber， 哈哈，这里呀，这里，哈哈，哦 ，safe， 哎呀，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危险。耶、yeah, ，过了品田 V 段咯。今天晚上看好久。哥腿软了吗？哥腿软了吗？哥头痛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哟，走喽。上升太快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呢？哇哦，品田版的雪地可乐。那雪没有味道哎、欸。没有味道那种。哇哦。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大概是什么味道？好想摸，等一下，我要试试。这是鼻屎，看看吗？来，用个 keeper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喝，你们喝。害羞，还在说什么？我是麦静。我害羞啊，范学姐。有稳稳好，感觉太多了吧？好想要加珍珠。珍珠。
哎，我想帅冰，湿热冰，湿热冰就是湿热冰，好哦。我们自己制作湿热冰。对呀、啊，哇，雪！我们刚在路上挖的雪加可乐，就会变这样，湿热冰，好好喝哦。可不可以？你你。哇哦，好温馨的画面，有爱的感觉啊！对啊，只笑到只是倒鼻血的，那种那种那种。有种吗？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没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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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起来怎么？这个很认真的问题，刚刚没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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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！我靠！麻辣锅，那个是宵夜。我靠！来哦，来来来来来，真快乐的那个晚餐时间，晚餐后的时间，金门五八啊，五八，来来来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没有啊？哇，你的泡面有天使光哎，你看耶稣光。哇！你后面哇！你知道为什么上一凯可以走这么快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背包很轻，被我抓到了。他背包超级轻的，他被轻抓你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耶、yeah, ！我们今天第三天要回城了，从新达山屋，然后要回武林农场喽。预计大概两个小时会到啦，那就看队友给不给力了。走我干嘛？走我干嘛？两个小时啊！对哦，那个也很快，那个两个小时。找他来垫背，两个小时杀到五岭可以吧？俊，我们通常到武林农场要几个小时？对对对，五六吧，五六小时哦，五六小时，我大概三个小时吧。等我把这一罐吞下去之后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我第三天的泳水。好好，泳水吞下去，你们就在后面再叫我走慢一点了，好吧？好吧，你已经喝下泳水。嘿嘿，不要叫我等你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。郭彤。喝完泳水的男子，我精神很好哎、欸。你是不是累了？你怎么从第一个跑到最后一个？哎呦，现在经过的是泳水的男子，持有民宿与泳水的男子。速报速战。你真的要爆速干吗？最后 1.5K 耶耶、yeah! yeah! 教学一下怎么下坡哦，变人滚下坡速快很准跌了吧跌了吧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。干，我的忍术之失败了，笑，还好没扭到，还好没扭到，潘凯不拉我一把，你看那个人，友情的小船就是如此，说翻就翻，我操，是啊，你娘的，我的。三林老师来介绍，萧南，哎，萧南，哦，为什么叫萧南？帮我解释一下。它的叶子跟快木很像哦，所以不要分错。它的皮比较幼小一点，这样子摸它，这样子哦，差不多是小蛮腰哦，十八腰左右，这差不多要长五十年左右。五十年，哎，对，五十年就只能长这么大。哦，五十年，这不要泼上去，这我乱讲的。来，现在跟教大家哦，登山杖正确的使用方式。很多人都知道，上山的时候登山杖要短，下山的时候要长。对啊。但是其实登山杖还有一个隐藏的方式。如果你今天觉得很没有力，你就只要把登山杖这样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可以可以，火影忍者的跑法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大家可以学起来。这是登山杖，你看我现在是上车，再下车，呼，脚就受不了。登山杖使用方式，分享给大家。OK OK OK， 哎呦，合照啊，合照，大合照，来来来，完成了，耶，武林四秀，耶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呐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耶，学姐好玩吗？好玩。下次不要再约了，下次不要约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要，我要跟你们出来玩，跟你们出来玩好玩。好玩有这么好玩？大家好，我是 AKA 你的杰伦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分享小铃铛，喜欢按喜欢，不喜欢按不喜欢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呢，也可以下方留言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。